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. Oh,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-horse open sleigh. 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. Oh,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-horse open sleigh. 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. Oh,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-horse open sleigh.雪崩，泳池派对，这个皮肤说实话挺好的，但是我不玩这个英雄，你知道吗？我200年都选不到他，为什么不换男枪啊？操你妈！为什么不是男枪啊？防爆士兵，我现在充5000 Q 币，充我自己的号，充5000，是不是想看大礼包？我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大礼包，想看吗？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？我现在直接充5000 Q 币。冲到我这个号里面5000 Q 币，想不想看？5000 Q 币，我爆炸了！看一下我卢本伟首充5000块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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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哇，三叶神秘，汇聚一波元气，把你们的双手举起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准备好了吗？开！看看我这个嘴。5000块钱，两个神秘大礼包。不会。哎呀，你给我那么多安利干嘛？给我，我最后一个是大礼包，我还有一个是大礼包。大礼包，看一下大礼包。大礼包，大礼包，这个是大礼包。大礼包不是开出来的，是你充到指定的金额，它就会有一个大礼包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，这个就是大礼包。有点紧张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大礼包？他不是一定会有大礼包的吗？随机的。哎，我操你妈了个臭逼！好，到了这个关键的礼包了啊！来，竞彩开起来，龙虾还是龙猴还是龙刀，就看运气了。当然有可能还是嫦娥，或者是这个花木兰。啊，或者是这个蛇年蛇女之类的都有可能。当然还有大家最喜欢的什么，我就不说了啊。大家最喜欢的是什么，对吧？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大声的告诉我。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啊，四个字。好来，哎，准备5、4、3、2、1，牛的传人。果然牛的传人，我操！你们他妈全世界都大礼包，就我没有大礼包，老子他妈再充1000块！哎，我操你妈的，我贼气八烦现在，我今天必须要看见这个大礼包。我这个1000，我加起来充了6000了，我必须要见到大礼包，大礼包，就是他。各位观众，大礼包，啊！我的大礼包去哪了？6000 Q 币，你都不给我建个大礼包？390882，兄弟，告诉我你想要的皮肤，最想要的是什么？淡定，淡定。哎呀，我靠，开了，完了，龙虾来了，我点错了，但是这个手贱啊，我操，贱的好不好？我点错了，我直接把它给点了，我操，手他妈贱呐！我点错了，我直接把它给点开了，结果超级大礼包，龙虾、醒狮、猴子都来了，我操！喂，兄弟，别激动，我没那么老，不要叫我爸爸，我跟你说，别激动，别叫我爸爸，我没那么老。
啊，我没那么老，我呀，我刚点错，真点错了。这个大礼包是最后才开，要开竞猜的。恭喜恭喜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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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！点个烟。恭喜恭喜恭喜，上面还有1000枚抽呢，还有900枚抽呢。回着啊，兄弟，留住这个图啊，保存好了啊。我操！这900块钱，我操！你要羡慕死多少人啊，兄弟！这手气还有谁？我尼玛！啊，抽奖哪家强？虎牙直播找现粉！我操！告诉，出去告诉其他的兄弟们啊！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我去！抽奖哪家强？兄弟出去说啊，就说那仙凡牛的传人抽奖很屌的，抽奖很屌的，我操，炸了没有兄弟们，炸了没有，我操，这900人民币兄弟们，你们自己说啊，一个龙刀900啊，数着，一个龙刀，一个伊泽瑞尔，一个这个炸弹雪球，一个龙虾，一个龙狮，一个龙猴，龙年他妈的就差一个情侣了，900人民币啊！雪崩，雪崩，玩不了，玩不了，不抽，抽完这个不抽了，真不抽了。我现在很不开心。唉，他妈的，再来1000！操你妈！老子今天必须见到大礼包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这个不是大礼包，我真的会精神崩溃。我最想看一下大礼包长什么样，真的。我就想看一眼大礼包长什么样，这个到底是不是大礼包？你不是大礼包就算了，你他妈还给我连连看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大礼包都无所谓。你给我搞个连连看，我操！哎呀。